个地区的首例的那个样子。我们所有的都要三层包装，这个是最外层的包装，里边还有两层啊，所以每一层它都有要求的，这是这是国际的惯例，没有这个肯定上不了飞机。我们不说上飞机，就短途运输，我们要求必须三层包装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